谢谢大家。林姿妙成功让宜兰绿地变蓝天，从一开票便遥遥领先，晚间八点自行宣布当选。县长好，各位乡亲士大，你都会一路给我陪伴，一路给我鼓励，一路呢给我相挺。我呢，因为有恁，感觉呢非常的温暖，真的是认真打拼，一步一脚印。为了咱的宜兰县，我呢会当变出宜兰的好生活。这就是我，人讲感谢恁大家，拢总愿意相信我。宜兰呢，咱共同为宜兰县来打拼，好不好？蔡桃果然能带来好运，林姿妙让民主圣地完全执政的民进党贴了铁板，究竟怎么办到的？他其实经营的非常久，包括他议员的两任还三任的议员嘛，再加上两任的罗东镇长，所以他非常勤跑基层。有多勤？宜兰地方流传一句话，在罗东没握过林姿妙的手，代表你没出过门。加油！传统的这些老人家哈，对他的这种高义啊哈，还有就是说他的这种身段软，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买单的。亲民乡土的形象，专家说在宜兰选民结构中非常受用，而对手陈欧珀就是太过于打高空，整个选战的主轴没有打出一个比较吸引选民的一些诉求，他的政策好像就有点太高调了一点，那个层次太高，没有办法好像很贴近选民。相较像林姿妙来讲，他就是谈到一些比较软性的议题嘛，比如说学生的营养午餐啊，然后社区的福利啦、长照啦、老人家的照顾啦等等，这东西你看选民很买单啊。八东西，变出宜兰的好生活。